拍完咪咪之后啊，赫然发现啊，这个水沟你看一下，完全都是烟头，好可怕！你看，好恐怖哦！大家都在这边抽烟，整个水沟都是，很可怕。是现在的人都水准这样子吗？很可怕，真的。不是说烟蒂不能乱丢吗？好可怕！还是小咪咪最乖的，他还继续在顾店。晚安哦，拜拜。对啊，他很爱跟我撒娇哎。好了，不要乱丢烟蒂了哈，你再乖了，拜拜。偷偷摸他。喵。好了，拜拜。好可怕。